谢谢重庆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真热情，特别开心。嗯，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对了，今天又是跨年的演出。嗯，心情特别开心，特别激动。是，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台底下满坑满谷的观众，坐满了，心情更是开心，更是激动。对，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孙悦的呼声更高一些。这个正常，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哪年开始，捧哏的比我们逗哏的更红一些。我也不知道啊，这些都正常，啊，没关系，不管是谁红，嗯，对，都是相声，都是相声，对了，都是我们两个人啊，单口啊，想听孙悦的单口是不是？干嘛去？不是没法演了，不不不，真的。没有，你甭听。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我们能感受得到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你一言他一语，是，我相声就没法说了啊。嗯，捧我们可以理解，正常。捧我的那是。别往心里去。不是，你不要再扎我的心了，是是是。现在都留到今年就完了呗。嗯，谢谢谢谢。那个今天跨年演出，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俩今天穿这个大褂，嗯，平时都很少穿。对，过过多了，不，刚才我说了，你一言我一语，相声没法说了， 对不对？我看抖音上很多人都说孙悦在台上就是个听相声的啊。说谁呢？说你呢？我听相声，他们喊我，啊。所有的观众都是捧哏，捧哏的改听相声了。那是，嗯，这批观众不好带，没说。这届的这个观众不好带啊。对，队伍散。嗯，啊，正常正常啊。这个大褂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欢乐喜剧人穿过一次，穿过一次，喜庆，而且是拿冠军的那一次。哎，对了。意义不一样嘛，好彩头，今天穿到台上，嗯，给大家奉献笑声，是特别开心。对，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有顺序。刚才那个小矮个那个小孩，嗯，20多岁上小局，对，那是我的学生，他徒弟啊，不敢说徒弟，嗯，那是我们单位分配给我的两个小学生，知道吧？这都硬派了。平时呢喊我师傅，嗯，我们关系平时也不错，是，别看小，岁数小，很有灵气儿，有灵气儿，哎，说的也不错，是，下去休息一下，关系都好，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该我们俩。说实话，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岳云鹏，他叫孙悦。相声呢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的艺术。你说嘴怎么这么快呀，啊？我怕到你这掌声又越过我。那个，先说我后说你。现在我心都虚了，你知道吗？心太虚了啊。嗯，啊，行了，够了，不忙不忙，嗯，够了够了啊，嗯，哎，行，谢谢啊。嗯，我们两个人呢，关系其实挺好的，私交好啊，不像民间传说，我们俩不共戴天之仇，不是，没有啊。谁传说的人？不是我看有一篇报道说我跟你媳妇有什么关系？没有没有，瞎说，这都是瞎说，不可能的事，嗯，对不对？我们俩私底下关系特别好，是，他对我好比是亲哥哥一样，有这么一说，对吧？对。他媳妇好比是亲嫂子一样。对呀，啊，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哎哎哎哎哎，好有一比。别比了，嘿，岳老师，不是你应该说比从何来？我没心没肺是怎么着啊？这是捧哏的词儿，你甭来这套啊！我跟我媳妇还有你，咱仨是爱情关系啊？您那错了呀？怎么错了呢？我跟我媳妇是爱情关系，咱们俩合作10年了，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你的位置就是结晶。不是这么聊天合适吗？废话，你占我便宜合适吗？我们三个人是一种友情关系。友情，这是我的亲哥哥。对了，那是我的亲嫂子。没错，我就好比是武松。我大哥，行，大哥了。
最近生意可好？对对对，行了行了，对，你是结晶，你把我结果了，知道吗？这像话吗？这都关系特别好。哎，就是关系好。没事呢，他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瞧我去。串门吗？哎，买个冰箱啊，买个洗衣机，买个彩电呢，就上我们家看我去。实话实说呀，我买冰箱、洗衣机、彩电，我上家瞧你去。你是我生的是怎么着你？你是我养的是怎么着？废话，我给你买这干嘛呀？我不是关系好吗？我给你置办家电还得啊，关系太好了。买点点心，买点水果啊，这点水果是不是上我们家看我去？嗯，礼尚往来呀。哎，对，我也得看人家去呀。你得串门来，买个冰棍我就看他去了，知道吗？哎，岳老师，那天岳老师买根冰棍儿，缩了这就看我去了，你这是买个棍儿看我去了。啊、我也得买点点心水果。你买那么买一箱冰棍儿？哎，买一箱冰棍儿，哎，去看他去。是是是，这不前些日子吗？嗯，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旅游？那不逛街吗？西单去逛街，嗯、抬头一看，孙宅。哎，对，这不孙宅吗？嗯，这是我们的孙宅呀、啊，对不对？我抽你我，你骂什么街呀、啊？跟这儿，啊？怎么又抽上我？怎么？废话，你让我听不出来呢？大舌头骂街啊！孙子骂不清楚叫孙宅，对不对？那应该怎么说？老孙家，老孙家。哎，这我得进去瞧瞧啊。瞧瞧吧。啪啪啪一打门，嗯，打里边出了一人。肯定出了人呢。我一瞧啊，嗯，我一瞧啊，啊，我一瞧啊，啊，我一瞧啊，啊，对，唐山的还是他的小媳妇儿。我的，你等会儿。哎，这姑娘，你没必要笑得这么，你等会儿是不是这么甜啊？是你等会儿，你行了，你给我惹多大事儿？你别说，怎么了？媳妇儿就媳妇儿，怎么买小媳妇儿？哎呀，忘了跟大家说了，嗯，孙悦的婚姻特别的坎坷。我啊，坎坷，特别的崎岖。这婚姻这么形容？他四岁就结婚了。我着急啊！最早那叫什么？指腹为婚。哦，指腹为婚。他父亲有钱呐。哦，哎，一指一个妇女，你跟我儿子结婚啊？指腹为婚。您等会儿，不是跟这妇女，是跟这妇女肚子里的孩子啊！我跟这妇女结婚，那是我爸爸心思，那是。后来没法过，这过不了。哎，再后来二十来岁结婚了，那是找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肯定下岗的香港小姐。下岗的香港小姐，那不是查的严是吗？什么查的严？什么叫下？这还有下岗了呢？怎么着？不是，为什么下岗了呢？嗯，是因为没有后台，没有这个资助，这个没有特别的硬的关系，哦，就下岗了，是嫁给他了。你看看，哎，两个人生活的特别好，也不错。打里边出来了，嗯，边走边唱。哦，我的媳妇儿，他媳妇儿喜欢唱，哦，好唱。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门。原来是岳秀才，就这模样长得跟韭菜似的，你说还秀才呢？哎，看见我了，要跟我说几句，得聊聊，聊几句天儿。讨厌，嗯，缺德，哎，臭嘎嘣的你，就是老不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您等会儿吧，哼，你哼什么？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是怎么着？我们俩没什么事儿啊。干嘛这么说话？他跟我这么说话，我能跟他这么说话吗？哎，你不能。俗话说得好，嗯，老嫂子比母，小叔子是儿啊。你得尊敬他，咱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的。对对对，嫂子，嗯，我最近忙吗？这不是？你这干嘛还搓着泥儿呢？是怎么着？光着膀子呢？突然间这儿痒痒了一下。你觉得这是小鹿乱撞那叫啊？他就领我进去了啊！哎，进院里了，进院了啊！哎，进院里，我无论如何，我得问问他在不在家。哟，你还想起我来了？当然啊！哦，当然、啊、知道是我们家啊、嗯。我说那个嫂子，孙悦在家吗？我呀，谁？这是我们家吗？孙悦爷们儿，那得我喂王八了，喂王。我一听。这是有点意思，你别有点意思了。喂王八，是这什么话？这叫什么耳音？什么耳音？你说的，上老魏家忙活去了，
上老魏家忙活去了八个字，魏王罢了八才四个字，差一半。你老魏家忙活去？嗯，没有王八事是吧？没呀，没有。哦，我可能有点上火，最近可能。我一听孙悦没在家，哎，我想起来了。怎么了？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啊，就是我妈呀。这我得问问呢。我说嫂子，老太太在家吗？我妈呀。嗨，啊，上房了。上房了。我妈是猫啊。老太太上房哪儿待着去？我说你妈是猫了吗？什么叫上房了？在上房屋待着呢。就正堂屋。哎。这我得进去瞧瞧吧，瞧瞧吧。哎，一推门我就看见他母亲了啊，我妈背对着我啊，面朝里，但是腰不弯背不驼，健康，鹤发童颜，是是是，非常的健康啊。是，我说老太太啊，你好啊。好啊。老太太扭头看见我了。嗯，讨厌，缺德，臭嘎嘣的，你、哎、你老不来了你。我们家这是传承啊。我说嗨，老太太，这不最近比较忙嘛、哦，啊，也没怎么来看看您。今天有时间了，我来瞧瞧您，您怎么样啊？挺好的呀。啊，我挺好的，宝贝儿，你坐这儿，哎，咱们娘俩聊聊天，聊聊天吧。老太太再一扭头、我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她后边梳了一个嘴儿，就那发嘴儿，嘴儿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这什么意思？小红花 啊, 啊，这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妈的好日子。你妈结婚？这你妈嫁人？你急什么？废话。多大岁数了，结婚讲话吗？你说的你妈的好日子，不是好日子就结婚呢？啊，生日啊，生日，那天是你妈的生日。啊、对对对对对。嗨，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啊？嗯，我都不知道，我还老魏家忙过去了呢。行着。嗨，你妈的生日。是是是是。我不知道。是你妈的生日。天哪，你妈的。你妈的生日。你骂什么街呀、啊？跟这儿，你母亲的寿日啊？对，说清楚了。我说老太太、哎，今天是您的生日、哎，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拿。是啊，我刚才缩了一冰棍儿。我行了，别恶心老太太了。嗯、我缩完了，这不合适。是那个下次吧。缩完了，明年吧。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对，嚯，我再来。您等会儿吧，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啊？谁说的？谁说的？什么叫周年呀、啊？万一呢？没有万一。什么叫万一呀、啊？这有商量的吗？还是您的生日，还是您的生日，寿诞之日嘛。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哎，到时候我还来，还来，我买点东西来看看您。哎，拎着寿礼、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坐着坐着，坐着吧、啊。我们娘俩正聊着呢，是，就听外边脚步声响，我回来了啊，还没有，三个姐姐来了，哦，我的仨姐，三个姐姐凑到一起可是不容易，怎么呢？大姐嫁到了北京的密云郊区，二姐嫁到了北京的延庆，嚯，三姐嫁到了北京的怀柔，还是郊区啊？哎，这叫农村包围城市。这是爸我妈跑了、嗯，同时来到家里，那是过生日，很热闹啊。嗯，而且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啊，寿礼啊！大姐牵了两只羊，特产；二姐提了两只鹅，你看看；三姐拿了两只鸭，全是禽类。出门迎接呀、啊！是是是，我说大姐、二姐、三姐，嗯，你们好啊，好啊。姐姐们说话了，说什么呀？他们怎么知道？是，再笨也学会了。讨厌！哎，缺德！你臭嘎臭嘎嘣的你！哎，你老不老不来了你？我说姐姐、这话可不能瞎说。是是，您老不来了还是我老不来了？你老来啊？您老，我可不知道啊。你最好不知道。然后呢？哎、来进来屋里聊天啊。拉着三个姐姐进屋里跟老太太聊天，是正聊着呢啊，外边汽车声响啊，那这是我回来了，哈哈，又不是，我就回不来了是吧？一辆大汽车停在门口了，大汽车，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这什么车？这组装的，好家伙！又到上面下来一个姑娘，女的。二十来岁哟，穿金戴银，好啊，红色的旗袍，喜庆，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啊，老词儿这是啊，漂亮极了，漂亮之极。我一瞧这我不认识啊，是，我想问问，问问，我说您是哪宅的小姐啊？哪宅的？这姑娘说话了，是，讨厌，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的，哎，行行行行行行，
我们家座右铭这是啊。但是我不认识啊，我说您是哪宅的小姐呀、啊？是，缺德臭嘎嘣的你，我还哪宅的小姐？是，我姚宅的小姐、啊。哎，对，姚姐儿啊。你知道的不少啊你。废话，什么姚宅的小姐？你妹夫不是姓姚吗？啊，你说清楚了，这不是你妹妹吗？啊，我妹妹，对，老妹妹。嗨，老妹妹呀、啊，嗯，来进来聊天，屋里聊天、哦、好不好？进屋吧，别屋里。是，小叶，我很想你。好久不见了啊、嗯！听说你越来越红了啊！这是我妹妹说的吗？嘿、哎，我妹妹不能说这个，我妹妹顶着说你怎么又寒碜了？这我心里这么想的。那个，哎、你挺好的呀、哎，咱俩在这儿聊聊天多好。你看天气又热，哎、对不对？嘿嘿嘿，哎，您撂下，穿着旗袍天热这么扇呀？那什么都看见了，那不越扇越热吗？我热，我是没给你扇，真行，没有这么扇在这儿呢。我说嘿，啊，行了，别看了就，仅看两眼。屋里，哎，屋里，别着急，我还带着东西呢。啊，我妹妹也带着寿礼呢。嗯，打开了三个后备箱，怎么仨后？哦，仨车团的，对。嘿嘿，拿出了两只野鸡，哦，山珍那叫。哎，我是搀着野鸡领了你妹妹，我就进去了。搀着野鸡领了。您等会儿。您这什么搀着野鸡像话吗？这玩意儿，啊？扶着野鸡，嗯，拿着你妹妹，不是。你我是。您听我的啊，您听我的，就是我妹妹自己头了走，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啊、行吗？行，嗯、就进去了。嗯，那进到屋里，大姐说话了。我姐说什么呀？老妹妹，嗯，咱们姐四个到齐了。是。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对，妈妈的生日。是啊，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好，祝老太太生日快乐。嗯，多好啊。好，以什么为题呢？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哦，寿礼为题。我是大姐，我先说。您说吧。我牵了两只羊。吉祥话。今天上寿，两只羊。羊。炕上坐着有寿的娘。妈呀，娘。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绵长，富贵绵长。真好。你妈很开心。是我妈。谢谢。我妈这干嘛砸蒜呢？是怎么着？该二姐了。二姐拿了两只鹅。哦，鹅。今天上寿，两只鹅。是。炕上坐着有寿的婆。婆。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寿比三多，寿比三多。多好！你妈很高兴。哎，许三多，许三多，许三多。还喜欢王宝强玩意儿。该三姐了。今天上寿，两只鸭、啊。炕上坐着有寿的妈。嗯。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妈富贵荣华，富贵荣华。多好！你妈很开心。谢。这要上火锅，这是砸蒜呢。这老妹妹说了：“妈妈，听我。”哎，妹妹，不。今天上寿，两只鸡。鸡。嗯、炕上坐着陈冠希。去。陈冠希像话吗？我们家多热闹的。炕上坐着有寿的。有寿的。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寿比天齐，寿比天齐。多好啊！你妈很开心。是，谢谢。哎、爱吃蒜。吉祥话说完了。啊。娘儿几个在那聊天，聊天实话实说，我站在那儿并不合适。哦，不合适，多少有些尴尬。那走吧。我不能走。怎么还不能走？我要跟你媳妇儿去忙活忙活。你等。岳老师。打心里那么开心，你晓得吗？你跟我媳妇忙活什么去？你说忙活什么？我不敢说，现在。我知道你忙活什么去。我们得去做呀。你等。你给我说清楚了，把这个说全了。你们俩干嘛去？到底我们得去做饭呢。做饭，给母亲擀面条，长寿面。哦，对不对？那是。然后再弄一包生米。干嘛？煮成熟饭。您等会儿吧，岳老师，有面条那米就不用了。好，就长寿面。长寿面，你帮我媳妇儿就帮厨。哎，对了，哦，打下手。打下手。嗯，我说嘿。不是你叫我媳妇什么 A 呀、啊？我喊她 B 合适吗？我都没喊过。金莲，金莲，我媳妇潘金莲呀、啊。我说的姓潘了吗？那什么叫金莲呀、啊？银莲。
银联就是谁都能刷卡的那种。对对对，丑流氓。阿联，阿联了。嗯，您这哪点像做饭去？走。哟呵，啊，可以了吗？走。我媳妇等半天了。说着话，我们俩直奔卧室。出来！你上卧室干嘛去？蒸米饭去是怎么着去？啊？卧室蒸什么米饭？人卧室干嘛去？怨你们家那房子呀，盖的缺德。你这叫什么话、啊？你看啊，嗯，南侧，南，你们家那房子是一长溜，南侧、女厕、客厅、卧室，你母亲的房间，厨房，一长溜，嗯，一个门，男厕、女厕、客厅、卧室，我们出，这是猪圈呀、啊，这是，不是你。你为了逗大家开心，你也太豁得出去。废话，有这结构吗？您琢磨，这什么包粉？怎么猪圈呢？废话，这一溜就一个门，那不猪圈吗？那不，啊？行，猪圈，我依你。我，你别依我呀！我乐意是怎么着啊？你自己说的呀！你要不这么形容呢？你怎么了？这人这是？您就告诉直接奔厨房就完了。你行，什么废话呢？在卧室没有逗留。你别逗留。直接你看逗留这个词多好啊！啊是。然后呢，直奔厨房。是是。到了厨房，门一关，一插，大缸一顶，窗帘一拉，我们两个人这就开始。心里有这意思，哪儿都是卧室是吧？您这做饭把门顶上，窗帘还拉上，还脱衣裳，你要干嘛呀、啊、你要？啊？哎呀，你看这个人脏心烂肺。我这段相声说不下去了，怎么回事？是我没打算你说去，我们家快出事了，快动刀了，知道吗？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没有，没有吧？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这个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呢？哦，你怕开着门把我妈呛着？啊，你关那么严实，你们俩就不怕呀？我们人工呼吸呀、啊！行了，你就怕这个？我告诉你。把门打开，窗帘拉开、哎。行，门打开。嗯，窗帘拉开。拉开了。哎，然后我们开始。这不臭不要脸了吗？怎么了又？你脱什么衣裳啊？你做饭？穿围裙呐。穿围？你不得脱光了穿围裙吗？不得。怎么回事？这你们家这么开放呢？这跟开饭有什么关系？你们家不是脱光了穿围裙呢？不是，这围裙就是套在衣服外边。是吗？嗯。那样衣服容易有味儿啊。嗯，那也总比人有味儿强。有空上你们家串串门去了，我得赶饭点去，知道吗？你给我好好套上围裙做饭就完了。行，套上围裙。嗯。哎，我们俩就开始忙活了。您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东西吗？这是个，啊，干嘛呢？这是，啊，和面呐。哦，这是和，您的面都在墙上呢，拿墙皮和呢，啊？你不得把面摁到这个案板上吗？那是把面摁到案板上了吧？啊？谁这么说话？我把这面摁到案板上了，把面倒在案板上。对的，咱案板这么活呀，这么活面呐！哦，行，这么活面。哎，对，是不是？这么乱呀，我听着呢。我们俩这正忙活着呢。说清楚了啊，做饭。我们俩正做着饭呢。哎，就听外边打起来了。哎呦，我回来了。孙老师，我这么跟你说，我一怒，这段相声里根本就没有你。嘿，对。我们家是寡妇大院是吧？啊！你老憋着回来干什么？我就憋着回来动刀啊！我真是的，真行！谁跟谁打起来了呢？你说清楚了。他母亲啊，跟他的小儿子打起来了。我跟我的儿子。哎，他儿子今年5岁。小孩儿吗？5岁小孩不懂事儿。嗯。姑姑来了，
站在桌子上跳舞。人来疯，站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嗯，抱着暖瓶跳舞。又在烫着，暖瓶里没有水，哦，空暖瓶。哎，哦，但是暖瓶脆了，脆脆了吧？暖瓶脆了没关系，嗯，暖瓶里头藏着一个值钱的东西，瓶胆。瓶胆值钱吗？什么暖瓶的那个？你母亲的烟袋锅子在那里边。咱不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哎呦，有纪念意义，藏那里，这是你母亲的嫁妆。对，我妈一个烟袋锅子就嫁过来了，家里太穷了吧？这个其中一件啊，这是我姥爷给留下来的，姥爷留下来的，哦，脆了，这可值钱，这东西算一算带过来得有15年了。15年，您等会儿，您看，我妈是带着我们改嫁的是吧？是吗？啊，什么就是嘛，40-50年了，40-50年最少啊。哎，这东西脆了，他能不生气吗？生气，老太太肯定要逮着你儿子要打他。哎，打不了孩子，没法打。孙子，你给我站住！哎哎，月亮，抽死你！月亮，咱台上别骂街行吗？谁骂街了？你，孙子，我逮着我弄死你，干嘛呢？这骂什么街啊？啊？谁骂街了？你，他喊他叫奶奶。对呀，啊，他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呀？你回到家，你奶奶喊你孙子，你抽他呀？你回家了，你奶奶哟，宝贝孙子，你过去啪喊谁呢？骂谁呢？我怎么这么混蛋呢？哦，正常的辈儿吗？哦，这是辈儿啊。哦，孙子，我告诉你，我你听着还像骂街，我打死你！哎，下不去手。小孩跑得快，小孩都快，粗溜就上院里去了。好，孩子属猫的。好家伙，他母亲岁数大了，追不上他，追不上，怎么办呢？怎么办？四个姑姑一块儿把这孩子给逮那儿了。这大人怎么都这毛病？逮住了。哎呀，哎，大姑弄一胳膊，二姑弄一胳膊，好，三姑弄一腿，四姑弄一腿，正好四姑。哎，递过来了，母亲，啊，递过来了，揍他。哎呀，这妖怪洞啊，这是。他母亲下不去手，哪有打隔辈人的？打哟，好家伙，踢出去了，那还不踢出去？孩子啪落到地上，哎，他母亲走过去，大大大大大，无敌鸳鸯脚70多下。好，少看那猫和老鼠以后啊。再看他那孩子怎么样？七窍流血！哎呀，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了。你这孩子容易吗？这个哇，哭出来了，那说明活着呢。孩子一哭，他媳妇受不了了。是啊，怎么着？啊，大媳妇，快穿，快穿，快快穿！什么叫快穿呀，啊？你什么意思？快换，快换！不用换，就带着围裙出去。穿着围裙容易让人误会。没有，你要不穿围裙才误会了呢，是不是？穿着穿着，行行，他媳妇就出去了。是。刚出去不到10秒钟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忘穿鞋了。忘穿鞋，做什么饭还得光着脚啊？你甭管了，哦，来到院里，我采葡萄酒呢，这是，啊，来到院里一瞧，哦，他母亲正在分吃分吃的生气呢。好词儿，你瞧我妈气的。再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哎呀，好要死。 你说埋怨谁？埋怨谁？埋怨老太太。嗯，岁数大了，是，但是心里还是可怜这个孩子。那这肉啊，那是他唱上了。我媳妇还有心思唱，唱的是四季歌，哦，词儿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你看看，忽听外面乱嚷嚷，不由得奴家心里慌，来到外面用目望，婆婆你不该把他伤。铃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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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这还挺全乎的。他母亲一听，呀，怎么着？呀呵，我妈要现形啊！这是脆了我烟袋，还埋怨我？是啊，他母亲唱嘴也唱上了。我妈唱什么呀？张氏女呀，怒气发，哦，开眼骂声小冤家，打坏我的烟袋，还倒把我埋怨呐，活该你这辈子呀！啊，嫁一个王八！去你的！好家伙，这看后脑勺也花钱啊！说话说话，不是您先说吗？你先说，你先说，您先说。我是为了带着孩子演个书，是是，这是头一回锻炼锻炼，在这么大的剧场，嗯，跟他们二位合作，心里特别的上下。我的心情呢，还是什么叫上下呀？我是这么教你的吗？您肯定是这么教我的呀，因为咱们都是小学毕业嘛，所以，啊。啊，是随根儿，不奇怪，不奇怪，用出这样的词儿不行，还是挺紧张的。师傅，师傅，您先说两句，别我上来就说。介绍介绍，你介绍介绍你徒弟。对对，学生上小菊，今天跨年演出，是是，好好给大家演一回群口相声。我在大剧场上演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次演。对对，今天大家拭目以待。我，
我不知道会演成什么样，好看与不好看大家担待着听，他还小啊，主要是为了带着孩子演一演玩一玩。对，确实我岁数比较小啊，大家可以看出来未成年。哎，你可别说这个啊。好，你未成年就算了啊，算了，成年了都结婚了吗？快啊，是是，这没有必要隐瞒啊，这没有必要。未成年岁数比较小啊，今年20多岁，能有这样的成绩啊，我觉得可以。你有什么成绩了？没有成绩，没有成绩。跟你其实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多，既然师父和孙老师愿意给我展现的机会，那就把更多我认为好的东西留在这个舞台之上。好好好，主要是奉献给观众啊，奉献给大家。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啊。大家来说啊，可能刚才我也演唱了一些个那个我要去桂林啊，但是来说我觉得这种歌就是开玩笑，真正来说有实力的我想给大家再多唱几首，多唱几首歌啊。好好好，你师父就爱唱。哎，谢谢。你师父就好唱啊。五环，但是你得唱的好的啊。五环啊，五环吧，我要跟你抢。师傅饭碗砸了啊！五环不能，那是那，哎，他唱，因为师傅除了五环，得给师傅留饭呀。啊，不会别的了，不会别的，留。这都是你教出来的，是吧？不开心。你瞎说啊！我新编的六环你还没听呢。啊，这不叫能耐，知道吗？没有想到现在还下了私工了啊，啊，非常好。我唱的那些歌，我想就你们，咱毕竟是岁数代沟。今年我师父40多，他50多。谁50多？你老急什么？废话，我怎么就我40多，我都没着急，我怎么就50多了？我岁数，孩子，你先别瞎说啊！给你机会展现，大家爱看，这是好事儿，知道吗？是好事。上来就胡说八道，我40多，我是40多吗？我刚18岁，他50多是真的，爷啊，我这没有弄清啊，没有弄清，哇！哎，要点脸，俩人嘿，都要点脸，你哪你像18的吗？你像死了18年的，你像，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不带着孩子，你让他说，好好说，好好说，干嘛呀？你跟我们爷俩要点脸，要点脸，我们爷俩要脸干什么？干什么？真的是可以。也是，踢死你！就是习惯了，习惯了，哎，就那么自然，知道吗？就那么自然。这就不爱踢，难受这个。确实岁数小，是。我唱的歌你们俩都没听过，都没听过。我这话我不爱听，这话我不爱听。我在后台，我是最，我除了张云雷，我是最棒的。你看心里没底。啊，你没必要啊，没必要这样啊，没说的就怂了，知道吗？最棒的啊，你是最棒的，很尴尬啊，很尴尬。不是，你这话确实说的大啊，你师父听的歌儿多。他听的是，但听他都是老歌，我们现在先 TFBOY， 我们的做小就是我们都这些了，你肯定没有听过。所以我唱一个现在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啊。什么歌？你们俩顺便就学习一下。好，我学习一下，好吧，学习。哎，这不较劲吗？可能还学习一下。哎，主要是你啊，主要是你。你看还有针对性。我了解他啊，就3首歌，喂，就会3首，超不过3首。对了对了，真是唱吧宝贝儿，来。哎，那是有点过分，他在那儿弄头一首你们就没听过，稳一稳气气。谢谢啊，谢谢，不要再喊了，我心情有点不好啊。能怎么样？是不能怎样啊，就非常单纯的不好啊。对，这就是病秧子。是是，感觉啊，行啊，听的我听的什么新歌？哇，真的有点抢你的风头，确实有点。对不起，你还有我抢，真是的，你是不是受我？赶紧唱吧，别那么多废话。是，你是不是我这都经历过了？你看，每一天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哪儿的事儿？哪儿的事儿？不是隐形的翅膀吗？张韶涵，你唱的这是腾格尔的版本。对，腾格尔唱的，没我不会的。这有什么？这最近的日不落你听了吗？我没有听。好哇，真行。我要给你日不落的，这一般人来不了。那是，那你师傅知道多，可以啊，这知道，那难免。我给两位一个面子，好吧？啊，给我面子。你的主场吗？是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是不是？
你说我上来就跟你们，你不会那不行，知道吧？给个面子，再唱就不会了。行行行，再唱就不会了。OK OK， 这勺肯定没有听过，搞得我们俩还不要脸似的。去你！对不起，对不起。啊，没搂，对不起啊，没搂住啊，顺手就说出来、啊。你别得罪我们的观众啊，我们就这点人了，现在啊，就这么点观众了、啊。对，瞧着张云莲，我们俩能哭了。行行行，好好唱啊，好。你来，我们俩不会的。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回忆有个我。哎，咱们爷俩合作挺好的啊，要不你上后台歇会儿好不好？好多余呀、啊！我发现好什么好多余？评剧吗？这不是我能不会吗？我你师傅指这火一辈子了，知道吗？好，再给你什么玩意儿？你还舔着脸跟这唱着？再给你们一个面子，好吧？行，叱咤风云那么多年，多少懂一点。第三个，来，我都给两个面子了。又废话啊！再来一个啊！这你肯定没听过，这个吧？你来，我们俩就不会，没听过，你知道吗？来，好的。哎，这我没听过，这是歌吗？这好啊，好，再唱一下。好嗨哟，这我都不唱，知道吗？哦，原来打算唱这个来着。原来确实打算唱这个，知道吗？我重新再编一个。他要抽着过三段，我是茄子，我告诉你。我是一张弓。战死一颗松、哎、不动不要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嘿杀六当弓哈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吼哈你教徒弟是不是没打疫苗啊？孙老师，这首歌对你来说就是耻辱。中国公主，我是一张弓，你可以吗？就第二句可以，战似一棵松。您甭说这个，怎么了？您这孩子什么玩意儿？行了，对你唱的什么玩意儿？行了，别说了。这什么歌？多老的歌啊！中国功夫嘛，屠洪刚有这歌还没你呢，知道吗？你们俩疯了，你们俩。疯了！你们俩疯了！你他疯了！谁疯了？谁疯了？你是他他，我没有，我没说您怎么了？你们是你们的专场，就说带着我表演一下干嘛呀？我唱一会唱一会，我都给你们两个面子了，就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不能！咱们台下不说好的吗？就是说鼓励鼓励我，当这么多人带着我干嘛呀？唱一会唱一会。我们是想带着你，那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知道你们俩好，你们俩优秀那。没必要挤兑我呀！不是，我就挤兑你了，怎么了？脾气怎么那么大呀、啊？那么大脾气呢？这么大，这么点孩子，我不是有脾气？咱台下就说好，个儿小的可能脾气都大。干嘛呀？唱一会，唱一会。我是那守信用的人吗？哎，好，真的，今儿就跟你较劲了，怎么了？这都怎么教徒弟的？我竟无言以对、啊。上来就说大话，唱一个我们不会，唱一个我们不会，哪首歌我不会？真是啊！干什么呢你？什么玩意儿？行，哎，行，有这么当徒弟的。好嗨哟！哎，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你到达了疯癫了，你有点。会吗？会吗？好嗨哟！哎呦。好啊，今儿我算是挂了。有病吧，这孩子！这孩子有一个正经玩意儿吗？
别说了好吗？是给我们丢人的劲儿。别说了好吗？什么的？你们不是觉得优秀？你们说，我不说了，行吗？我就上来一会儿，我够了，我走不就完了？行，走走走，走吧，行吗？走，我 走哪儿去？我不，你们俩演呗，我走了，行吗？我走了。哎，不是，干嘛呀？再见，哎、走了。你过来，干嘛呀？你告诉我，就是你惹的祸，知道吗？没有你坏不了事儿，老是你在后边拱气儿。干嘛呀？你们家这孩子有病是怎么着？你才发现啊？好家伙，真不容易当家大人。怎么了？你干嘛走啊？对呀、啊，怎么没听清？耳朵怎么窜稀了？放心，走吧，我跟他说走了。还说怎么这么气人呢？我这俩就走了。不是，你还见没走？你还见不见我们俩了以后？走了就不见了，就别下次再见，就是给你烧纸，知道吗？知道吗？不，我你怎么这么棒呢？怎么？我特意把您搁出去了，师傅啊，给您烧纸。一门混蛋，这是。2018您可能过不去了。什么过不去？你过不去了。怎么了？你这意思说再也不见我这面了是吧？不见了。打今儿走不见了。走了我就不见了。你说的哈。对。不见了是吧？不见了。给我脱了。干什么？脱了。干什么？给我脱了。哎，脱了。没这才几点？几点就把我们？你忍一会儿行不行？没忍，咱们下去，你忍下去，你忍，你加一会儿。你把这还我，干什么？把味还我。怎么了？你还我。怎么了？我穿着呗。你怎么挺合身的？怎么了？干什么？这刚几点？你扒的衣服干什么？你等会儿。我们这孩子混到现在容易吗？我是那意，你家这什么思维方式的都？怎么了？啊，不是，真的是，我还是个孩子。不是，真的吗？上来就拖我，你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跟你商量着吗？我你哪来酒吧？我拿我自己东西，我跟你商量什么？我，你把这马褂还我，你给我脱了。你老要人马褂干什么？那我的。你先等一会儿，先别着急，马褂是你的。你瞧瞧，那能是他穿的吗？你瞧那样，我们孩子穿的挺合适的呀。你。这叫合适啊？怎么？我觉得很宽松啊！别着急，我来问。我这走，你还给我。上小菊，过来，踏踏实实的啊！我问你，这马褂谁的？好看吗？我就问好看吗？好看，确实好看。谢谢，那就完了啊，那就完了。不是，跟好看没关系，是谁的？这马褂是谁的？就穿我身上吗？就穿我身上了吗？穿你身上不行，是谁的？他的、啊、脱下来还给人家啊？凭什么？哎，你们打凭什么？你还挺横，凭什么？什么凭什么？对，你问凭什么？凭什么还给他？人家的东西你得还人家呀。他弄坏了呢？我撕你也管不着啊。他弄脏了怎么办呢？我扔地上你管着吗？不还。我还给他。再说你先别着急行不行？你是你这么有情绪呀、啊、你别着急行不行？不着急，你说我听我说、啊、他说我呢，我穿这马褂我不白穿。你给我钱了是怎么着？不，你给我月钱了是怎么着？你别着急，我真的不白穿。是这样啊，你说我慢慢跟您说、啊、我为什么非得穿一马褂呢？啊，我们同学聚会蹦迪必须穿马褂。这什么聚会呀、啊？这是哎，主题马褂低、哎、不穿马褂不让去。行，可以。我没有，你知道咱家里条件，师娘管得紧，买个马褂您给我买马褂不可能。是我也不可能，对吧？是咱家里财迷，我告诉你，但是没有马褂我去不了。我一想，哎，孙悦他们家有一马褂，我说得了，我去人家借去吧。可以借。我那天就去了啊，我去巧了，孙悦没在家。孙悦没在，这事难免有出。孙悦，您在呢？啊，那天他母亲过生日。你行了，行了。您在呢？
干嘛呢？爷俩这个，我一看确实有点尴尬，我说我等会儿再来，师傅您先忙，是吧？我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呢，我一看我师傅哎走了，我再去。我说那个好孩子，哎，这方面我懂得比较多，不耽误事儿。我说那个孙夫人您好，我那小菊，哎，小菊我认识，别跟我这么客气，来进来。我说不，就在这儿，寡妇门前是非多，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弟弟什么话这叫？你别老拦着孩子说话。别着急，我说是这样，我有一个同学聚会蹦迪啊，马褂迪，必须穿这个马褂。我没有，我知道孙老师有一件，能不能借我先穿一下？啊，没问题，我给你拿去。说完话，人回屋就给我拿出来了。嗯，我拿着我就赶紧走吧。嗯，哎，别坐，有个事儿我要交代你，穿你不能白穿。是这样啊，孙烨，我知道你们俩老在一块儿，他经常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对，招三不招两，前后对不上。没错。最后让别人一问住了，哎呦，那脸掉地上了。显得没有面子，你知道吗？在外头不敢横，回来直跟我横，我一娘们唧唧，我跟他我干不过他呀，你知道吗？所以来说，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万一他话说的太大了，你呀帮着往圆了说。哎，要是这么说的话，师傅，这个马褂我是不是不白穿？不白穿，不白穿，孩子不白穿，啊，说的有道理。嗯，你这个人呢，你在外面说，躲开。还有道理，不是什么意思啊？哎，谁胡说八道呢？没在家呢。云山雾罩啊！我师傅在家呢。你甭说这个，啊啊！怎么了？非我们俩打起来，你高兴是吧？打不起来。好，还有，就什么的？你甭管啊！不是你没有你这么说话，你知道吗？说走就走干嘛？你这你刚才脾气好啊！你刚才上来就拖我。废话，我知道你回不回来了。那真是的。那我能跟你好好说话？废话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先走不走吧？你走不走吧？现在，你要让我穿，我就不走。你要让我穿，我就不走。行，我今儿不穿。那我先穿着。你行吧，先穿一万年。穿多少？一万年。一万？你拿它当龟壳了是怎么着？那你说嘛。啊，一万年等不了。那你说。我这么着吧，明儿回北京，你后天给我送家去。后天。别后天。半年。半年你看行吗？明天。后天。明天中午12点，后天晚上12点半，12:40，35，36，二位，一分钟就算了啊，35，一分钟就算了，36，36，37，你是不是傻呀？啊，刚才后天的时候答应多好，哦，这个我没有想到，那后天就后天，你等等，先穿着呗，不是你别废话呀。不是你过来，咱俩这么些年关系了，你能信他的话呀？啊，我平时跟你聊天，我是云山雾罩吗？有点。谁有点？我那都是有凭有据，那都是。有什么凭据？废话，什么凭据？你没有这么说话的，你听他的呢。谁云山雾罩啊？不，咱那你们俩说什么？你上我们家干嘛去了？啊？我们偶尔去，不是常去。不是，我就说你这人。我是不经常回家，是不是？对，那你也不能老去啊，对不对？你甭管了。不是你不知道，对不？我为什么不爱回家呢？那我有原因，是不是？我回家，我看见我媳妇难受。你看你媳妇难受，我怎么不干？那就说完你难受了，是吗？对，我真这么说吧，我不怕家丑不怕外扬了，跟你这么说，家丑不可外扬，什么事你给我说说。反正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说完了，转个年签片，先翻篇了。对了，好，我都不这么想了。好啊，行吧。好，我呀，结婚好几年啊，我才发现我媳妇儿啊，变性人。你媳妇儿变性人？你看他比我还激动呢，你看，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他就是这事不可能，我他就是你什么？你不信是吗？我不信呐！不，你不信你问去。我问谁呀？你问，问他，这是他知道。对，问你徒弟。过来，我问你，孙悦的媳妇你熟吧？哎，这叫什么话？这您更熟吧？对，是。但是孙悦的媳妇是变性人，这事你知道吗？
你困了？哎，你怎么到点该睡了？你这胡说八道！你给我脱了，哎，脱了脱了。怎么了？脱了。怎么不说好后天后天吗？什么后天？怎么老脱人家衣服？废话废话废话！你说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媳妇变性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等会儿啊，不是这话是他说的。我说的。他说的。他说的。没有。有。有，告诉你师傅啊，有，让他后悔去啊。有。嚯，这马官这么大魅力。哎呀，是这个，是我能云山雾罩。他媳妇变性人，给我说说这事。变性人，孙悦结婚了。对对对对对，啊，媳妇儿是变性人啊。师傅，我想到你肯定比我聪明，对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没错，变性人，对对不对？你想一想，为什么是变性人？想明白了，告诉我。好，好吧，你想一想啊。拿我当傻子了？我问你怎么回事？问我问我，我得解释。我知道啊，我知道变性人他媳妇首先咱保证啊，嗯，肯定是个人。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个人。嗯，变性人他媳妇想到了，原来他结婚那会儿啊，他媳妇特别苗条，特别，后来胖了，后来，所以他媳妇是个变形人。我明白了，哎，有道理吧？这个回答很合理啊。对对对对，你媳妇原来是个瘦子，后来变胖，你媳妇是个变形人。不是，你媳妇变形金刚的还？变性人？哦，不对啊，谁变形？哎，变形不对，变性人，不是变形人。哇，变性变，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说知道，这。是，我知道，肯定知道。是这样，他媳妇结婚了以后，俩人感情特别好。嗯，他媳妇特别特别爱他，俩人每天腻在一起，然后后来才分的。他一个人就够腻的。嗯，够腻也够腻的。后来呢，他媳妇变心了，变心了，因为您变心了，变心，所以他媳妇是个变心人。这个好的，变心人，这个好。你媳妇后来因为我，去。又没有成功，说的你心缝里了是吧？变性，哎，变性人，怎么回事？他其实首先是他有媳妇儿，他就有丈母娘，对，有丈母娘，嗯，有一个老丈人，对，老丈人有吧？有老丈人后来就死了，哎呦，老丈人死了，嗯，那丈母娘对老丈人那感情深呢，是是是啊，就改嫁了，改嫁了呢，感情深还改嫁了啊？感情深改得慢一点。而改嫁了以后呢？改嫁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他媳妇儿啊，原来姓什么？原来姓王，对，对，他媳妇儿原来姓王，因为他妈改嫁了以后，嫁给一个姓张的，所以他媳妇儿是一个变性人。哇，哎，我明白了，你媳妇儿有一个丈母娘，也有一个老丈人，你后来那个老丈人死了，他跟着你媳妇儿改嫁了，原来姓王，后来改姓张，变性人。哎，对。我就生气在这儿，你结婚这么些年你不告诉我原不原姓，我生气在这儿，你知道吗？这我不在乎啊，就我在乎，可能是你那边就是。行，孩子啊，您是有点过分呐。我人说话就是爱抄劲儿，你抄劲儿，我绕远了，知道吗？我行行行，这是我这穿一万年，别一万年干嘛？你、啊、别太多了，你听我的啊。啊，嗯，穿仨月去，先穿仨月，四个月吧。干嘛四个月还得？四个月比仨月多一个月，我脑子还没转过来，你看看。那我先穿着。好好好，行，注意点啊，你脏。我注意。这什么呀？这脏。我注意着。还有奶嘎巴的呢。没有，我注意着呢，注意。好好。干嘛呢？好好。干嘛？我跟师傅聊会儿。别聊了。差不多了。不，这是早着呢，这离跨年还早着呢。孙老师，就喜欢跟您聊天。我也喜欢聊天儿。变性人，原来姓王，后来姓张。你说我这么大家业，你想想，我最起码我媳妇真名真姓，我得知道吧？是是是，对不对？要不我这些钱，你说我给人都不知道，人改一身份证，改一户口，这钱骗走怎么办？对对对对。再说我不是因为这马褂，是不是？就这个马褂，家里一万多件，知道吗？哟，那么多件，那顶棚挂的都是马褂。哎呦，夏天吹风都拿马褂扇，你看。又来了啊！有的是家里的。但是我这么趁钱，他说玩什么不行，咱不在乎这个啊啊！每天你说我出去不回家，我有事儿，我忙最近。因为你想，我跟于老师关系好，知道于谦，对对，就那个卷那个啊啊，于谦，我跟他关系好，因为他那个好玩的东西多，我得跟人学习，嗯，我也好玩，因为咱们都不差钱儿，是吧？不差钱，对对。于老师不是现在有一什么什么叫什么大千马主群？对，马兽群。就马就是集合一帮这个大腕什么的，对，就是赛马。赛马。我参加这个。
是不是？嗯，您我因为他们都说我骑不了，我就较劲。您也跑马？那什么叫跑马？这是不是我也喜欢赛马啊，知道吗？因为入这个群有标准啊，一般人入不进去。这群就十个人，十个人，对，这手里得有钱啊，你还得有马，嘿，是你还得懂这个，嗯嗯，也就因为这个，我得买匹马，知道吗？买就得买马，因为我这个身上，你想买马，可能是就是欺负马了，可能是哈。确实，骑一会儿就变骆驼了。啊、是，我这我就国产马，我可能是不行了。嗯嗯，完了，我就香港不是马会吗？赛马，有我瞧马会，哎，赛完马这马跑第一，我就买这个。我告诉说出这马的，你听这马，这就是给我预备的，是不是？你想这马，大白马，嗯，一根杂毛没有，大白马，就这马啊，高啊，1.8米，高1.8米，对，我天哪，完了这马长1.8米，高1.8米，长1.8米，对了，你看这马宽吗？20米，这是个什么？这是个棺材吗？什么叫棺材？就这大白马，外国种没见过吧？外国种啊，好几百万，知道吗？这马，我天哪！买回来啊，天天骑着啊 啊，上于老那儿显摆去。大前马主群那九个人全傻眼，没瞧见过这马。哎呵，瞧见了吗？嗨，我这说实话，这我也是，哎，说着说着，咱说烦心啊，这马，哎，没法说。怎么了？你说这个人啊，就是你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倒霉。就这马，我说前日子可惜了，怎么了？就这马啊，掉茶碗里淹死了。什么茶碗啊？这马你没睡醒呢吧？你等谁马？对，高1.8米，长1.8米啊，宽20米。对，掉茶碗里淹死。掉茶碗里淹死了，连淹带烫啊！你死去吧你！哪有这事儿？不是你什么？你不信？我不信呐！你不信你问去。问谁呀、啊？你。问他呀，这事他知道。对呀、啊，哎，小徐，来了新课题了，来新课题了啊！有这么一匹大马啊，高1.8米，长1.8米，宽20米，掉茶碗里淹死了！我的天哪，真有意思。好好，你困了？又困了？我怎么老困呢？你困了？你说，我突然要走，你滚！仨月嘛，仨月，仨月，干什么？三分钟都不行？怎么了又？不是我那大白马啊，高1.8米，长1.8米，宽20米，掉茶碗里淹死，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话是他说的？没有，有，这事儿也有，有啊！来，宝贝儿，我听听怎么回事？马无山无障，掉茶碗里淹死了，来讲来。茶碗里淹死了，很神奇啊，嗯，很神奇。他这个马是这样，他这个马不是大马，小马，哎，小海马。那么小海马，哎，那小海马，小海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不是，我不用问，不对，是什么？大白马，高1.8米，宽1.8米。他买的那匹大白马，对，一根杂毛都没有。对，大白马，大白马买回来以后，他就玩儿，玩马啊，他就玩就是骑。你想，马上的骑受罪啊？受罪啊！啊，骑的没有多久，马上真的受不了了，就掉茶碗里淹死了。合理吧？合理吧？你去死吧你！马累了，自动掉茶碗里淹死了？不是，不是这样啊？肯定不是，因为他这个他确实喜欢那马，确实够大，确实没事就骑着玩，去哪都骑着，出去玩遛弯啥，骑着马去，是吧？出去买冰棍骑着马去，知道吗？买冰棍骑马去啊？哎，回来都化了，你知道吗？骑着马，你知道吗？买什么都骑着马去，骑着马上高速，呱呱呱，郭德纲，就骑着，你知道吗？就上高速，哎，上高速，你知道吗？他那马呀，有那个 ETC， 知道吗？有那个 ETC， 马还有 ETC， 特意给马办了一个 ETC。哦，那天跑的时间太长了，这马可能太累了。怎么？看前面有一个泳池啊，这马寻思，哎，跳进去洗个澡啊，涂点沐浴露，什么大宝抹一抹啊，是吧？进洗个澡，没想到水太深了，这个马不会游泳，在这个浴池里淹死了。后来一打听，你猜怎么着啊？这个浴池叫茶碗浴池。哎，这个解释合理。当然，这个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不是傻呀你？我说你呢。不是，那浴池能喝茶吗？啊，茶碗，盖碗就这么大，就喝茶的小碗，茶碗掉这，不是那个茶碗浴池，就是喝茶的碗，小茶碗。对，快点，来，那个他是爱骑，嗯，他骑逮谁跟谁显摆，我这马多好看，
后来身边没有多少朋友，说这跟谁显摆去呢？嗯，想到了于老师。嗯，于老师以前于老师爱玩啊，啊骑着马叭叭就找于老师的。于老那天在家正逗这个蝈蝈呢，逗蝈蝈，哎，逗蝈蝈呢。于老那蝈蝈好看，湛青碧绿，特别好看。当时孙老师一眼就看上了，孙老师又一只眼，啊，这眼让马踢坏了。哎，一眼就看上了，我喜欢。哦，一眼就看上，就是一只眼看上了。对对对，一眼就看，我喜欢。哎，于老，这蝈蝈给我。于老，就去死吧你！去死哪儿我就给你，这蝈我新得的，知道吗？多少钱都不卖，我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必须要得到。你去我家，好吧？你看着什么拿，我给你换。我不用，不用，不用。于老师一抬头，正好看见孙老这大白马。嗯。哎呦，这马好看啊！咱这么着，一物换一物，你看怎么着？他呀，大手大脚换，行，给你，把那马就给于老师，这蝈蝈就换到手了，拿着蝈蝈开心，哎，请人喝茶就被显摆这个蝈蝈，他头一回玩，没玩过这蝈蝈，放在那以后，蝈蝈他自己不出来，他得过一过那凉风，他不出来他就吹，就吹，在茶馆那蝈蝈就惊了。蹬一下就蹦出来了，坏了，正好掉那个茶碗里，刚沏的茶呀，这锅在这嗡嗡就给烫死，就给烫死了，烫死！哎，你想啊，你大白马，你别着急呀，你别着急呀，你别着急，你有事啊，你有事你先走，啊，这是这样，然后再对了，这蝈蝈怎么来的？蝈蝈是用这个大白马换的，所以这蝈蝈掉这个茶碗里淹死了，不如同这个大白马掉这茶碗里淹死了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这么回事？怎么样？是不是这么回事？看给我们孩子急的，那活该他。来来来，宝贝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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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哎呦，行行行，我穿一万年不过分吧？不过分，不过分。行吧，你死了我再给你烧一件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走开，走开。穿着穿着，我穿着穿。哎，不喜欢上家换去，家里还有绿的呢。没事啊，上家换去啊。绿的，绿的你穿呗。不，我穿不了了啊。行，辛苦辛苦，今儿没你还真吓人。是吧？你说话注意点。哎，你放心吧，别老想到哪儿去。我真是想你叔一叔嘛。行了，你俩别聊了。行了，我就喜欢跟您聊。您我也跟你聊。来来来，这是。哎，就那蝈蝈啊，小蝈蝈是吗？湛青碧绿，北京养的玩这个。嘿，自打拿着蝈蝈，我就喜欢上这冬虫、鸣虫了啊。每年这个一立秋，豆蛐蛐知道吗？啊，我好这个。山东蛐蛐好，过去得买，好蛐蛐好几万一条，知道吗？打架那个赢钱，但是后来说实话啊，我人肯定是有点钱，就是花巨资买了一好蛐蛐啊啊！我一说你都没见过这蛐蛐。什么样？我跟你说，这蛐蛐啊，这蛐蛐俩须子看了吗？啊，跟那电线杆子似的。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对，我天哪！你看那脑袋啊，就跟这剧场这么大，脑袋跟剧场那么大。这身子跟十四节火车似的，那眼睛探照灯似的。就这蛐蛐，花一分钱买根小线就给拴回来了。好家伙，掐死一万多个蛐蛐，知道吗？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太不可能了，太不可能了！不是你什么意思？我不相信。你不信呐？啊，你问去。他知道。他知道啊。哎，孩子，我问你，啊、有这么一个蛐蛐。胡说八道。哎，那个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没听说过。脑子跟锯齿一样的。满嘴喷粪。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不可能。这事儿他说的。他说的也不可能。这我说的。我不穿了。那不穿了。谢谢，哎呦，不要再送礼物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人要转账，谢谢谢谢。什么交易这是？二维码哈，稍等一下啊。嗯，别急，没到点儿呢。刚才这个节目叫《百家姓》，哎，是一个顶针续麻的这么一个节目。对，刘玄淼、张潘，对，二位给您说了一段相声有新人啊，相声有新人说的不错。是，但是呢，我在后台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嗯、隐隐约约感觉到观众朋友们有些累了，是啊，就有些疲惫了，这是正常的。我们从8点开始，现在已经10点半了。我承诺给大家，今天是跨年演出，我们一定会演到跨年啊。
所以说呢，大家的这个情绪稍微的保持一下，对对对对对，啊、不要累了呢就休息一下，哎，上个厕所呀，跳个舞，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那都是翻场的时候，我们再说、嗯，好不好？这个节目是正经的一个节目，我们都是编排好的，按顺序来啊，别着急啊，按顺序来，谢谢大家。如果累了就歇一会儿啊，情绪、哎、咱们稍微的保持一下。还有楼上的朋友。我刚才一看楼上全是朋友，谢谢。这是一层、哦、还有二层还有三层还有四层。四层呢。哇天哪，谢谢。你着急有事忙你的啊。啊，看来有着急回家的 啊。哎，那两位走了。真走了是吗？上厕所，重庆话怎么说？上厕所，上厕所。嗯，谢谢。我娘。这什么意思？这是我没听懂，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了。谁给我们翻译翻译？这什么意思？这是。这撒尿啊！哦，撒尿啊！啊，我了。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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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听着还挺好听啊。我知道这个重庆话跟成都话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四川话，但是我特别喜欢听四川话，尤其是我有几个朋友，什么谢娜呀、杨迪，他们都是这儿的人，经常在私底下说这个四川话，我觉得特别好听。川普啊，尤其是男生说四川话，我觉得特别的，特别嗲。你说，就比如说有个词啊，就。有个词儿，咱们那边都是，哎呀，真烦，都是这样。到四川，好烦哦，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有这个，特别有意思。嗯。啊，那是成都，重庆怎么说？好烦哦，是吧？烦得很。哦，还不一样。成都是好烦哦啊，这边是烦得很，我了。对，那个瞧出你水大来了啊！哎呀，是你那个你自己先说一会儿，我去尿一泡。你回来回，说尿就尿啊！特别想尿一泡，留住啊！谢谢朋友们，特别开心啊！接下来我就不想演那个节目了，我都。啊，没见过尿你们。那个，其实大家熟悉我的这个身份呢，一般都是什么电影明星啊？谁说了这话？还电影明星呢？电车压死那个叫什么相声演员呐？啊，这是什么国际巨星？这些个称呼我都国际我可没看出来啊，国际脸我看出来了。吴彦祖啊。其实这些称呼我都不在乎，无所谓。你不在乎你说的干嘛？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身份。还有什么身份？其实我是一名戏曲演员，真的。什么？戏曲演员？戏曲演员？对。啊，那就是唱戏的呗。对，戏曲明星。什么叫明星？我就纳了闷儿。您唱什么戏？我听听。嘿。河北梆子。哦，河北梆子。对对对。哦，你知道我在哪个剧团吗？啊，你哪个剧团呢？山东枣庄。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主要演员，真的。您是不是让人骗了？没有啊，河北梆子跑山东枣庄唱去，怎么了？那都跨着省呢，那都，啊，没关系，没关系。哦、哎，我就在那儿造就的我。那儿成就的我，我后来学的相声，说了相声。哦，为什么敢说相声呢？因为说相声稍微得赚点钱，唱戏呢不赚钱。不赚钱。哦。哎、所以说改天孙老师，咱们两个合作一回，唱一回河北梆子，好不好？哎、约点到北京，约点，咱们就可以合作。现在是重庆。约点，你不要总扒拉我，好吧？谁扒拉你了？我了。我扒你得了，不是？你等会儿，不是约点。您唱河北梆子，我还真不太相信。我就问问您啊，您唱河北梆子是唱哪工的？呀
看哪工一看就不懂戏曲，唱戏不分公母，知道吗？哦，您是这么理解的？公母像话吗？就是您唱什么行当？什么行当？嗯，青衣。哦，就是那个哦，那样是吧？女了女戏的。哦，瞧着这个，瞧着这个。娘们唧唧。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很形象，很形象啊。哦，您是唱青衣的。青衣。哦，您跟他说什么？哪天您要带着我唱唱？对，岳老师，您可能算是撞枪口的。怎么呢？跟您这么说啊，打小呢，河北梆子我也学过。哎呀，没想到吧？我的，是啊，是那个。咱们这么着吧，您也别、哎啊、你那个马褂，你等会儿我不要了，我烧给你啊。我跟你说，我也学过，我是正经，我是唱老生的。不是你学他干什么？许你学不许我学呀？啊，可以可以。我正经行当是老生。啊，豫剧呢？豫剧你了解吗？豫剧，怎么改豫剧了呀？不是河北梆子吗？行，就聊河北梆子。啊，对呀、啊。你是唱什么的？老生啊。老生，你看这个人没有文化。我怎么没有文化？怎么可以老生呢？虽然是开放了这个二胎，但是老生也不行啊，对不对？不可以，那不，你媳妇受得了吗？你等会儿，你等，我体格还行，听这意思。你媳妇是个变性的。哪个老生？你提他干嘛？你这是？你不是老生吗？不是，你怎么虚生？对，需要的时候再生，对不对？我还有节制，你看，不是，胡生，胡生也不行啊。胡生乱生，一窝一窝的生。我跟你聊不明，你一窝一窝的，您怎么不明白？这怎么又怀孕了？谁又？什么话？您就是我怎么？我是对长胡子的中年男人，哎，这个我就明白了。我是青衣，是女了女气的。哎，你来演那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哎，对对对，好好好。哎，您大哥请坐下，挡着后面的观众了啊，谢谢。哎，好好好。协管也干过呀，都什么都管呀，这玩意儿都可以。不不不，您也甭哪天了。嗯，您要是正经科班，您学过这个，今儿。咱俩这来一出怎么样？在这儿来一回，来一回，我两什么？我不行，我想尿尿了，我都吓尿了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来一出不挺吗？你这也没有什么锣鼓场面，也没有帘儿，这怎么唱啊？您等会，我没明白，锣鼓场面我这，您就是乐队哈、嗯，乐队没有，咱用嘴学就行，因为咱都清唱嘛。对啊，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啊，您要帘儿干嘛？帘唱戏吗？对不对？你一帘一拉开，哎，就可以唱了。帘吗？帘拉开，干嘛非得要帘？没，哦，大幕。对，大幕，有大幕吗？没有，不用大幕。相声舞台有什么大幕？我也没有这个戏服啊。哎呀，您那就真啰嗦，你说这没有戏服就不穿就完了。不穿了太好了。对，打刚才我就觉得热。哎哎，没挑戏呢。哎哎哎。您这是什么职业特点？手真快啊！抓紧时间，等着加钱是不是？好嘞！哎呦，不是，人家都加钱了。好，不到十秒钟，俩扣都开了，你着急翻台是怎么着你？这还有翻台？干嘛呢？这谁说不穿衣裳了？你说的不穿了？不穿这个行头戏衣。就穿大褂素身唱，行吗？啊、行，因为您是青衣，我是老生，咱还得挑出戏，嗯，得挑一个就是这个男女老生这个戏，行吗？因为我会的少，您是科班是不是？啊啊，我挑我会的来，行吗？你挑戏，我挑戏，因为我会的太多了，那是，我会一万多出了，你对不对？一万多出，对啊，您都会什么？我听听，嘿，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听过吗？传统戏。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听过吗？您这俩是一出戏啊。梁山伯与伏地魔，听过吗？哎呦，行了，还与时俱进了，你看看，还伏地魔了还。梁山伯与伏地魔，我来不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梁山伯骑了扫帚。哎，行了，这扫不行，我听着，行，这么着，我挑戏啊，我挑我会的来，行吧？你挑，咱们河北梆子戏，我想有什么？咱来一出《白蛇传》怎么样？白蛇传，嗯，真会挑戏，好吗？白蛇传，好，谢谢，爱听这个。那咱区分一下，好，我是青衣，啊、我来白蛇，好，
你来转，我来，好不好？贪吃蛇，好不好？你等会儿没听说过，你来办事，我拿我当陀螺了是怎么的？我来转，那没有您那，我来白蛇白娘子，对我来许仙，许仙啊，刚才你说了，嗯，胡生，对啊，老生，许仙没有胡子，许仙是小生，哦哦，对对，忘了，来，法海，好，我来白娘子，你来法海，你追我好不好？我追你干嘛？我说你耍流氓，你这诬告。没有没有，我来不了。法海是属于花脸了，其实法海是，这么着吧，那这出戏都 pass 了啊，嗯，咱们来出这个秦香莲。秦香莲，秦香莲，这，不会，你乐什么？你真行，就为了掩饰尴尬。这，这么着吧，哎，这位先生，我会的不多啊，啊，再说一出会就唱，不会鞠躬下台。好，这个，嗯。咱来一出风和湾，什么戏？风和湾，风和湾，对，鞠躬下台。鞠躬，哎，您过，下台讲话吗？风和湾您不会啊？哦，您说的是风和湾呐？啊，对呀、啊，我听错了。您听成了？我听成风和湾了。您听成风和湾？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我以为是风和湾呢，原来是风和湾。要不还老魏就忙活得了，我再不。风和湾是会不会唱就完了，可以会唱哈。风和湾完了，咱得还得敲这个戏胡唱，嗯，就中间有这么一折叫闹窑。闹窑，对，就两个人物，很简单。什么窑？一个，哎，破瓦寒窑啊。破瓦寒窑，嗯，行吧，完了就两个人物，很简单。谁？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我来谁？您来柳银环呀、啊、你来谁？我来薛仁贵。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夫妻两口子。夫妻两口子，哎，是我告诉你，姓孙的，怎么着？就台上这么一会儿，干嘛？演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要上我屋敲门跟我过日子，我可不愿意。我上你屋敲门的目的就是活埋了你。干嘛憋着跟我过日子呢？是的，因为我生不了孩子。哎，行了，你长得脸面相都不对，知道吗？啊，咱就戏台上这一会儿，行吗？好。完了，咱搬一下桌子，分出就表演区域来。分出表演区域，哎，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为后台。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可以，行吧？来，完了那个，就是您学微，您像个女的怎么样？我这不像个女的吗？不太像。我捯饬一下。您捯饬。稍等一下，哎，您化个妆。我去拿一个道具。我好道具。你看，跟这个专业的演员没有搭帮唱过戏。嚯，这专业的演员可能都有自己带着什么戏衣都。好家伙，一出溜一出溜的，你看。哦，您这是什么道具啊？这是。哦。好看啊、嗯，削了一半的土豆，这是。听不清。哎、对，半耳朵露出来，对。哎呦呵。好，这个脸。正好啊！您这就代表是柳银环女的了。柳银环，好，咱搬一下桌子行吗？好，来，哎，就搁这儿行了啊。完了呢，我还得搬把椅子。谁去搬？我去搬吧，有场面小座。我去搬吧，老师。孙老师，我去搬椅子吧。孙老师，您这么大身子不合适。哎呀，跑得还挺快，还挺溜走。老师，我去搬吧。我去搬椅子，老师，好不好？我去搬椅子，好吗，老师？我搬呢，光动嘴了。别冲我吼！怎么了？我是你娘们儿、哎。不提这个怎么都行啊！行了，咱归后台开始唱。这就开始唱了。您唱唱，我打家伙，我唱唱您打家伙啊。您叫啊！我说得有帘儿吧？我让你叫什么呢？我让你，你让我叫，我没有帘儿，我叫不出来啊！你要叫我就出去了，知道吗？你让我叫，叫什么呀？叫板！哦，这就开始唱了，唱了，明白了，叫板。
板就是叫板啊，你让我叫板的呀，叫板起唱，板起唱，对对对对对，板起唱像话，板起唱什么没有，就这么一句词儿啊，这一句还有词儿呢，丁山儿该来了，老词儿啊，老词儿啊，哦，从这儿开始唱，从这儿唱啊，明白了，您叫板啊。你是不是死的冤啊，你死的冤干嘛呢，干喊呢，那怎么着呢，您得有韵呢，有什么有韵，我有不了韵，你有不了，你有不了，你有不了，今天没我的指标就行了，行行，你也没那设备知道吗，戏韵，这句得唱出来，戏韵什么韵，丁山儿哦该来了，你得唱出来呀、啊！就这么简单一句啊，就这也叫好，您来您来您来，您来见过直溜黄瓜吗你，对，这窝粉，丁山儿哦该，丁山儿哦，丁山儿，你干什么，怎么了你？你疯了？我怎么什么疯了？我长这么好看，这么直命，你拿这个东西挡着我干什么？不是您明不明白呀、啊？这一句是闷帘刀板。什么叫闷帘刀板？您在台帘后边唱的，还没出来呢。我说有帘吧？这不是，这好比是台帘挡着点儿啊，这就是门帘子。这叫门帘子。你说清楚了啊？对，门帘子。我以为你要挡着我旷世美颜呢，我以为。我想吐有点丁山儿哦该，丁山儿哦，丁山儿哦，你干嘛呀，你干嘛，你扒着我脑子干嘛，本身我就是谢顶，你玩命扒着我脑袋，还你讲理不讲理，谁不讲理啊，我问你怎么了，这是什么门帘啊，我扶点门框，我丁山，对对对，没有扶门框，唱你的就完了，不让扶门框，不让扶，那么多事儿，你行，丁山儿哦该来了，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东里根拢东里根拢，东里根拢东里根拢的隆咚，里根拢的隆咚，里根拢的咚。丁山儿哦该来了，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东里根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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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隆咚，里根拢的隆咚，里根拢的咚。咚你跑什么跑，前面有套狗的呀，啊为什么谢我，你干嘛这跑什么跑啊，你到这儿有四句唱你唱啊，我该我唱了，废话有四句唱呢，我还有四句词呢，不出来就完了是怎么着，什么词儿，不是您会不会啊，我忘却了，你这能忘啊，你没专业，时间太长，我提醒 啊头一句，我爹儿风河湾前去打雁，献贝啊，这是第一句啊，对，据我所知啊，还有第二句，废话，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第三句，响声来至在窑门以外，第四句，等我爹儿回来好把饭餐，餐是就是吃吃餐一样，好好好，真行，费了劲了，
平山儿啊该来了啊，抬抬抬个顶抬顶顶抬，咚里边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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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隆咚里边隆咚隆咚里边隆的咚，我的儿分河湾，声太老了，前去大雁天到了这半世不见回还，将身儿我坐之在咬了门那一里外外外边冷冷冷也走外一里咬了门那一外立个冷餐餐，你说吃餐一样的那也得餐，依你餐吃西餐还吃西餐呢，还打家伙麻辣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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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薛仁当里个冷当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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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薛仁薛仁，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废话，我歇死你就完了。您让不让人夸？您那弦儿没了是怎么着啊？啊，这弦儿怎么了？您怎么不明白呢？我这一张嘴，您就别拉了。那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不是我正拉着呢，你行了，你张什么嘴啊？不是我这一张嘴唱您就别拉弦了，再说我这打手势了，什么手势？我让您打住，这是打住啊，打住，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哎对，你好不了了，你妈来当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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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薛仁贵做事太端那剑，雕翎箭射万通，是命然黄了泉。哎呀，他的父相儿难得也见，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正催马来用目挖看，见一大嫂坐要我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呀当啊献。哎呦，我得死在弦儿上，我得。啊，大嫂，请来见礼呀！讨厌！我怎么了？我就讨厌。啊，大嫂，请来。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大嫂，请来见哪里？当什么当？好做派啊！还当这个人怎么了你？啊，你要干嘛你？你谢我三次了，我本来头发就少，我头发多呀！真是的，没没了干嘛的？讨厌他，我怎么那么讨厌我？那怎么着呢？啊，我这给您见礼呢。我您得说词儿啊！我什么词儿？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还是老词儿，告诉你老词儿了。啊，大嫂，请来见礼啊！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你？我迷路了吧我？啊，大嫂，敢问此地什么所在？重庆市。重庆啊！重庆戏词儿，你问是不是重庆？不是戏词儿，我的词儿不粗啊，粗戏呀 啊戏里边这词儿是龙门郡，龙门郡啊，瓷庄呢？大理堂，大理。这老艺术家，大
王庄。大王庄。大王庄打听一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世英呐，你问那刘世英换吗？真是。来了，老弟。就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侯土莲花》，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好家伙，听的全是女的。谢谢广州的朋友，你们好吗？谢谢，感谢大家。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进入2020年。三个小时估计。今天算是跨年的一场演出。对了，在我的印象里，这不是第一次在广州跨年。2017是吧？2017，哦，也是在这儿跨的年。广州，今天又一次来到这里，说明广州啊，嗯，美啊。我打什么别的词儿呢？广州，谢谢今天在座的各位啊。嗯、刚才那个节目叫做《对春联》，对，刘晓婷、张九泰不认识、哎、是吧？这都是一个单位的嘛。张九泰，二位给您说了一段。是。刚才二位说的时候，我听台底下很多女生在尖叫啊啊好！我奉劝各位啊，尖叫可以，开心可以。对。就是把这个嗓子呀、啊、稍微省着点儿，因为今天的演出时间会比较长。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嗯。今天这个场馆又比较大，人又比较多。是。啊，好在音响还可以，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吧？耶、yeah,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嗯、哎，你也是有阴影。那位，你怎么了你？我也爱你啊！好了，好。好，谢谢。广州这么开放，好，不要影响身边的朋友啊！我看头一排一位大哥戴眼镜，大哥，大哥感觉一年都没过好，大哥啊，会更好的，好吗？哎，明年会更好。谢谢。上台来呢、嗯，我们还是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基本的礼仪。对了，因为难免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哎呀，还有这个、啊，虽然我前几年比较红，但是现在也落下来了啊。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谢谢。行，这儿可能消息比较闭塞啊。还不知道你不红了呢 真的没有想到啊，还有人认识我，特别开心。这是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相声讲究四门功课。我的名字就不值得说嘛。我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啊，嗯，爆出捧哏演员的名字来会比我们逗哏的掌声多，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就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不，那你也得说，这就是基本的这个礼仪。我怕姑娘们再尖叫。没事哈，我怕那个没您火，您放心，是吧？您、哎、您缓，我怕那个男生再懵掉。我就怕那个男生喊。
我看那个男生喊不喊啊？嗯，灰衣服那个啊，来啊，他叫孙悦。大家看不到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是这样的。我说他叫孙悦，男生。挺好，也不是这男是谁啊？没事，我们对不起您，那是没说你，你坐第三排，这真有意思。你抢什么第一排的话？真是的，你的票有人家贵吗？啊？一样，哦、一样啊！一样就 I'm sorry 了啊！今天我很开心，真的，每次演出我都会特别开心。是，好好的给大家说相声啊。对。因为这个插科打诨就不是主要的节目。干点正事儿。哎，孙老师，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相声演员。对了。在一起啊，搭档十来年了。十年整吧，就算。今年是第十年，马上就要第十一年了。是。多么的神奇啊！这都活着呢、啊。十年的时间，我们俩经历了比较多。是啊，我也从孙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互相学习。这个我是不是过分了，谦虚的？没有，从您身上学到为人的谦虚。要、啊、谢谢您，对吧？不在乎钱。哎呦呵，研究相声。哎呦，琢磨业务。是，这都是应该向您学习的东西。对，年底了，你要求我办什么事儿？这是没有，真的不办事儿。哦，哎，我们相声演员就应该什么都学。哎，这倒是，什么都练，多接触。过去这个相声是曲艺之一，这、现在也是啊，曲艺类，哎，耍弹变练，哎对，十样杂耍，哎，什么都有，哎，魔术杂技都算，哎对了，我们相声拜师的时候我们叫拜师，嗯，旁边就有那个变魔术的，哎得通知人家一声，为什么有变魔术的？我们是一支儿，啊，就是一个行当，属于是一个行当，嗯，变魔术的过去不叫变魔术，那叫戏法儿。戏法儿，哎，变戏法儿啊！对了，过去老天桥，嗯，北京老天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北京啊？北京城市是一个大城市啊，那个北上广深是一样的啊。哈，行，这个你不红是活该，你知道吗？好了，北京是一个大城市啊，过去北京老天桥，十样杂耍什么都有。过去杂耍园子。对了。有这么一位啊，叫弹弓子张。哦，这位姓张。哎，弹弓子张，为什么叫弹弓子张呢？为什么呀？弹弓子打得特别的准。哦，就是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广州叫这个弹弓子叫什么，弹弓几是吧？您别愣来行吗？你我不懂广州话。崩弓子，弹弓子。啊，广州叫崩弓几。啊，没。啊，人弹弓子都听得懂。行，就弹弓子，哎，就那个，弹弓。才明白是吗？就弹弓子打得特别准。哦，准到什么程度？您说说。在他十米开外，十米放这么一个茶壶，过去那茶壶，茶壶嘴上啊放一个铜钱，啊，那有一窝也能立住了，立起来。哦，十米开外，拿起这个弹弓子，那小泥丸里面放一个小泥丸啊，对，瞄准。你往这边偏偏，你手往这边偏，脸太大挡航道，手往外，这挂一血道多寒碜呀！从嘴里吐着，嚯，这亮什么呢？这，你俩生活比个业，大家伙儿，你像生活比个业干什么？对，瞄准。这是个散弹，是吧？就这么一下打倒一大片。行了，别吹了，你好好的。再看这个茶壶，嗯，没事儿。哦，茶壶没事儿。哎，那铜钱呢？铜钱飞了。哟，就这么准？十米开外这么点一铜钱打飞了？哎，对了，准。哎，对了，嗯，这是真功夫啊。哦，这是硬气功一种，算。那是啊。是。还有这么一个啊，叫做银枪刺咽喉。哦，这有这有吧，电视都有听说过吧？什么意思呢？嗯，中间一杆枪，对，白大杆的枪，哎，两边都有枪头，
银枪头，两个人啊，往那一站，这个枪啊，三米来长，嚯，哎，这个两个人，嗯，站十米开外，这个枪，谁也扎不着谁，哎，绝活啊，各位，您等，您等，要体现的是什么呢？这个啊，安全吗？这是、啊，开玩笑，开玩笑，这两个人缓缓都往前移动，把这枪尖抵在这儿，把枪拿起来，嗯。对准自己的梗嗓咽喉，对，就这儿，就这儿，哎，就这儿。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啊，我连核桃素都没有、啊。刚才还比划呢，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我这告诉你，我这告诉你有脖子，你别瞎扒着。有个屁，你有。梗嗓咽喉啊，顶着这儿、啊，松手，俩人，两个人同时使劲，哦、啊，就相对。这年过的使劲啊啊好，再看这俩人怎么样，全死了。把您的节目够废人的，什么叫全死了，像话？什么叫废人啊？同时使劲啊，一起往前走，把这枪杆顶弯了。哎呦呦呦呦呦，哇，好啊，好，这直哆嗦，你看。再看这杆枪怎么样？弯了。哎，对，你不是顶折了能？俩人没事啊。是硬气功嘛？就这儿，嗯，起了一个茧子，这小白点有的是。哎，对了，哎，这真功夫啊！这是硬气功。哎，门后台。谁门后台？门，还有点大家闺秀那意思啊？不是，我北京人，说话有口音。你别挨骂了。在我们后台，嗯啊，有这么一个演员，谁？烧饼。哦，就是，哦，就是那健身的那个哈。啊，对了，发大财那个。啊、烧老师，烧老师的父亲。烧了。你挺好，老师给烧了干嘛这？这不是姓烧吗？烧饼外号朱老师。朱老师，嗯，朱老师的父亲老烧。你等会儿，这爷俩谁追谁呀、啊？这是老朱啊，老朱。啊、嗯，哎。前一段时间看人家表演这个了啊，喜欢，喜欢，决定自己演一回。您等会儿吧，这有基础吗？就自己，嗨，喜欢玩，上菜市场、哦、啊，买了一杆枪，三米来长，哇、哦，纯铁打造，好，买了一个枪头，消防用的，买个枪头特别尖，嗯，扣上，你还有个螺丝扣啊？哎，螺丝扣上，哇、哦哦，扛着就回家了。好家伙，喊那个烧妈，烧妈呢？烧妈。烧饼的妈妈呀，烧你别烧妈呀，烧母，烧母，哎对，这烧饼的妈妈正在摘菜，韭菜，韭菜要这么摘可吃不了了，抠，哎一点点抠，抠韭菜，哦，知道吗？老烧就过来了，老烧，老朱，哎，哎，我说哎，哎。干嘛呀？啊，过来干嘛？刺我！这叫什么话？这叫对，就让他刺他，拿着枪就扎他。哎，嗯、我不去，嗯，太危险。对，过来。哎呦，非得练这个。刺我！他妈妈呀，嗯，软心肠。这老太太嘛，哎，得了，满足你，啊、满足你、啊哎，这是软心肠吗？这个，满足你啊！他爸爸站好了，嗯，他妈拿着枪，怎么样？对准烧饼的父亲啊！哦呦，好家伙，钉墙上了！这废话，老太太够有劲儿的，还钉墙上了！哎呀，他爸当时就死了，活不了了。他妈判了七年啊！哎、那是那是，现在算孤儿了，你们。这都真事儿，真事儿。什么真事儿？知道吗？胡说八道。这人家的绝活。嗯。各位，怎么样？广州的朋友，嗯，我也会绝活。你也会啊？那枪呢？拿来，我刺你。各位，我练了八年的绝活。什么？八年。这绝活练八年？什么绝活？咱。哎，首先。怎么样？白不白？白剑锋还不白，这什么？这是什么绝活？
茶壶嘴儿的。看哪儿？学活儿，我瞧瞧，怎么了？打乱我的节奏，这很伤内功的，知道吗？对，一会儿岔着气打滚儿了该。我瞧这，把你，你住！你看啊，这把你，首先合得上。合得，这是玩笑啊。哟呵，这，我让他过来，他就得过来。八年，你给我过来。你还挺有劲儿。你要不找人瞧瞧吧。哟。年的绝活，哎，要点，哎，退什么票？退票！您等会儿，这个绝活您练了八年，哎，那个，反正大过年的我豁出去了，我试试行吗？你来不了，我试试，伤元气。没事，我死一半我都乐意。啊，伤元气！我是，这练不好容易崩喽。没事，我试试啊，不一定练成功，我争取。不行，孙儿，我来了。保安大哥，你帮我拦住他好吗？不用，我试试，怎么着呢？那手这样是吧？还讲，是吧？完了，是不是还得拍一下？对，拍一下，太危险了，还。容易炸，容易炸！完了，你过，这有什么过不来的？这有什么过不来的？我就问问你，这练八年，你康复来的吧？你让大卡车压过是吧？假肢都比你这灵，知道吗？干什么？什么玩意儿？练八年？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他还跟我开玩笑了？我给你来一个我练过16年的绝活。16年这样呗。这有什么呀？这是一骗子，我告诉你，骗一天是一天，就这货。算了，哪儿跨年不能跨？听他呢，真行。我给你来个，骗子。我给你来个练过32年的绝活，各位啊，躺下打滚啊。你这起来，你起来吧，活蟑螂，你是一个，这都是开玩笑，你够下本的，来不了，三句哈哈两句笑，各位、哦、啊，我真正会的绝活，您会什么呀？口吐莲花，哦，狗吐莲花是吧？泥土莲花，你自己说狗土，口吐，我发音这么标准，你都听不清楚吗？口吐莲花，但是我耳朵不标准，主要是。哦，口吐莲花。对了，是一什么玩意儿？我听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我端过来一杯水，怎么样？我能当着大家伙的面啊，我能啊，咕咚咕咚给他喝喽。哎呦，那您可不如我了。你要给我拿过一张饼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吭吭吭吭给他吃了。喝水谁不会啊？我不光能喝了，怎么呢？我还能吐出来。我可能差点，咱俩这个路不一样，我吐是费点劲了。我吐出来不是一般的水。那什么水啊？口水，好几先生，瞧你这是吐哈喇子玩意儿，吐出来一个水球，水球绕着剧场转3圈啊，停在剧场正中间，啪！又或怎么了？打开了是一朵水莲花，里面有一个人在那洗澡。谁呀？于谦，于老师。
边洗边唱。就我们这影帝。影帝呀。哦，于老师边洗边唱，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大概十秒钟，啪，落到地上还是一滩水。就这个绝活，我跟你说，不是跨年我都不演。哎，演一个，演一个。完，自打影帝之后，我还没见过于老师呢。行，演一个可以啊。来。但是这个变戏法啊，他的请神接仙，我自己个儿的力量很小。您这一句话我一半没听懂都。还我自己个儿，我自己不就完了吗？我自己的力量很小。怎么还请神接？哦，还有这个神仙帮助我。咒语。对了，哎呦，念咒语。哇，他的有锣呀。神仙听锣音才能出来帮衬我。神仙都是猴啊，听锣音就耍猴吗？不是，你不懂不懂。怎么还有锣呀？干嘛？这您的意思没有锣就来不了？对呀，没有锣不行啊。我今天出门啊比较匆忙，没带锣。你平时出门都带着锣？谁有谁带锣了？我就纳了闷。找东西代替也行啊。好几千观众谁带锣了借我们用用。哎，我们不白用啊。孙老师怎么了？您的脑袋就可以代替锣。您等会儿，圆崩崩可以。您等会儿，您见过锣是圆的吗？圆的吗？不是，我这脑袋代替一下，想不想看？想不想看于老师？我确实想看于老师搓澡，这是。就我这就行哈。对，不耽误您事儿就行，哎，无所谓。但是还需要锣锤儿。敲锣的。哎，谁带着斧子呢？没有。您等会儿。菜刀也行。您别菜刀了。玩命呢，那一下不就死了吗？那个，哎，这菜刀像话吗？哎，这扇子就可以，扇子就可以，这就好比罗锤。哎，好比罗锤。哦，咱们这就开始啊。哦，这您要咒语？那当然了。完了，我这把脑袋给您。哎，这就开始啊。您那个学会注意点。一二三，二二三。傻罗。您等会儿，您打完怎么还骂街呢？傻罗呀！谁傻罗？不响啊！您没听见呀？啊！这啪啪两声，这你们家的锣啪啪的呀？那我这脑袋只能出这声啊！哐哐啊！您等会儿，我这肉的，你拿嘴削啊！哦，你没说清楚，拿嘴削啊！行，来，一二三，二二三。汤汤迟钝锣，我都没听说过，敲半天才响啊。你什么意思？快着点啊。不快着点不就完了吗？一二三，二二三，汤汤弱智锣。我好不了了。我没法跟你演了。不是你什么意思？锤到锣鸣啊，就打一下响一下，同步的呀。行，来，一二三，二二三，汤汤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他把戏法儿将我传，哐哐，教会徒弟整八个，哐哐，倒有七个成了仙，哐哐，只因我贪玩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得山来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儿打架关，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哐哐，猪倒卷帘，哐哐，哎呦，倒卷帘，哐哐，对，哐哐哐，珍珠倒卷帘呐！哎，冲！于老师呢？那老骚猫呢？我试试锣，走，试试锣。
怎么眼泪都出来了？我都充血了，眼睛知道吗？你哭什么？你试罗快一万下了，知道吧？试试罗，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个怎么了？这不，我好家伙，我的资金泪都下来了。说相声说哭了，我天哪！没受过这委屈，我跟你说，我天！再说了，没有水呀、啊，朋友。您能有什么话一气儿说了吗？没有水啊！这我给你，我给你拿去，我给你拿去。跨年啊，各位，咱得嗨起来，知道吗？咱得玩起来，玩胖子，还是走过了。矿泉水啊，矿泉水，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吐出来，于老师可是白的啊。于老师本身就不黑。哎，可以，可以。少喝点，再喝于老师没了一会儿。哎，可以啊。你，哎，咱说好了，一会儿我请神接仙的时候，您不要说话，知道吗？哦，那行，我一句话不说。哎，一句话不说也不行。怎么呢？我等我把所有的神仙全都请过来，水喝下去，马上就要吐的时候，有您一句话。我什么话？喊我的名字。岳云鹏。啊，不行，那是我的艺名。岳龙哥。柳宁。不是。就是我的魔名。什么魔名？啊，就是您魔术门的名。哎，魔术名的名字。您魔术门什么名？姓把，单字一个把。哦，您叫把把。姓把，单字名把，记住了吗？前腿弓，后腿绷，抱拳拱手，把把，您倒是喷呐。伤敌一千呀，自损八百。啊，就是你马上要吐的时候，我吐的时候、我就抱拳拱手啊。哎，行，可以吗？行，我不多说话，行吗？好了，来，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慢点，您慢点。怎么了？您一拿它，我都含糊，我跟你说。怎么了？咱商量个事儿行吗？您说。您看啊，既然我这么配合您啊，您是不是给我点优惠啊？什么优惠？就是。就是罗免了。不行，神仙啊，就指这个罗音啊，他出来呢。哎呦呀，有罗音了，我出去看看吧。神仙就出来了，知道吗？这是没有这罗音出不来。你等会儿，这是神仙，这是你们村长啊。哎呀，有罗音，不是您意思非得有这罗是吗？啊，对了，往这拘他们啊。哎，那我退一步行吗？您说，就是这罗锤，您交给我怎么样？您自己打，我自己来。那音儿可得响，您放心，要不然神仙听不见。您放心，我马上神仙都闹得很，听着。我试试，我听听来。啊，我自己来啊。啊。通通。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哎，新词儿。嗯，您什么意思？声小啊？那可不是嘛。通通。手劲儿得大呀，咣咣两下，2020歇一年得，知道吗？哎，我来不了，您就这么着吧，您就可以，我别歇一年呀、啊，我这就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啊，通通金木水火土，通通要把戏法变，通通还得从头数。通通一二三四五，通通金木水火土，通通要把戏法变，通通还得从头数，通通一二三四五，通通金木水火土，通通要把戏法变，通通还得从头数，通通。你是干嘛迷路了？允许忘词吗？啊，你忘词，我罗可跟着呢。你想过我们点一二三四五，通通金木水火土，通通要把戏法变，通通还得抓把土，哦，通通一请天地动，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伯龄，通通五请桃花女，通通六请老济公，通通七请猪八戒，通通
八请是唐僧，汤汤，九请是彩虹，对，汤汤，十请一条龙，汤汤，你带成野狼来了知道吗？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废话，我歇死你得了我。那彩虹嘛，一条龙啊，什么玩意儿？左手跟我一起画个彩虹，右手跟我一起画画条龙。这为什么人家成名？这是神曲儿啊，就是神仙在赞助的一种曲儿啊。神仙赞助的曲儿。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右手画一条，我唱不了。您唱不了，你可在那说了，我没学会。不是，这就沾神曲儿，就算神劲儿了。嗯，行行，来，继续来了啊，继续来，什么继续来？什么继续来？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要说话。怎么说话？神仙脾气大着呢，神仙走着，嗯，落叶没油了，那我回家吧。人家就走了。就是村长，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着？你说怎么着？打头来呀！啊，先打头来。我叫岳云鹏，不是这儿，打第一句来呀、啊！一请天地动，通通；二请鬼神惊，这是十请条龙吧？就是从这儿开吧。请来马连良，通通；再请谭富英，通通；请来是黎明，通通；再请郭富城，通通；请来梅艳芳，通通；再请郭德纲，啊，通通；请来郭德纲，通通；再请梅艳芳，通通；请来梅艳芳。通通，再请郭德纲。通通，早请早到。通通，晚请晚到。通通，如若不到。通通，铜锣相叫。通通，抬头观看。通通，众仙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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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通通。爸爸。您倒是喷呐，爸爸，您倒是喷呐，这什么玩意儿？